红灯，哎，三轮车跑得快，上面坐个老太太，要五毛给一块，你说奇怪不奇怪？哎，这个车子就很整齐了，对不对？我们应该骑这个吧？不是，你骑不了啊。这个好像要苏州市民才能骑吧？是吗？它这个不是共享单车哦。哦，它要那个刷他们的卡哎、欸。对啊。苏州包新区公共自行车。拿到了。不行不行，它开通然后实名认证。我现在在苏州的这个狮子林，这边也是一个很著名的景点。这边很是一个园区，啊，这边好多三轮车啊。哎，三轮车跑得快，上面坐个老太太。狮子林停车场收费标准。啊，这里面进去要买票的。狮子林，20元不成，20元。人力车，20元，人力车全人力车。人力车坐得完吗？人力车。他那个两个车有些。啊？他那个可以啊。你们几个人啊？20块钱，二十块钱哦，现在变10块。小洋楼现在都在装修啊，小洋楼在装修啊，那个。对呀，出北跑的，装修在装修啊，那小洋楼。来吧，10块。10块，20块变10块。好，坐，10块。10块是不是？来吧，20块变10块。是一个车10块，是一个人。对，一个车10块，一个人坐一部车了。一人坐一部了，还没多少钱。好，上车，跳，嘿，一人坐一步啊，一人坐一步啊，来，要再来一步，哎，走，哦，你们小云他订他订好了，哦，啊，这不是电动的，对，用脚踩的，对，你们人一群嘛。一二，蛮有趣的。这个北港西路不好吗？啊，它确实挺好的。一样。嘿，哎 ，Brian， 尬掐尬掐。Hello。哎呦，差一点被柱子撞到。我们本来要进去狮子林，可是后来发现天气真的太热，不进去了。然后没有坐过三轮车，然后想说坐个三轮车。现在三轮车要载我们去哪里？坐在我们去刚刚停车的地方，我们要开车离开。哦，沿路是按喇叭的，哔哔哔。啊，其实我之前就一直很想要坐三轮车，下次有机会去看看哪些地方可以坐那个手拉的那种两轮的，有没有人力拉车那种？如果粉丝朋友们知道哪里可以坐这种人力手拉车的，我也想要试试看。坐那种手拉车应该蛮好玩，这三轮车蛮有趣的。这前面这个大哥穿衬衫、穿西装裤这样。蛮辛苦的，大热天，这钱不好赚。刚刚我们上车之前，他说20块钱，然后我们听到20块不想坐，然后就离开，然后就变15块，之后又变10块。哎，吃不下了。我的相机也快没电了，剩11%。啊，哎呦，红灯啊，还要红灯还要闯，看不到吗？红灯，你看，你看，红灯，车子还一直要过。
来，师傅啊，这边苏州有哪边可以听到那种唱戏的？唱戏的啊，对，平潭啊，哪里？唱戏的这边还没 有，这边没有，苏州都没有，没看到有唱戏的，大家在平边没看到有唱戏的。哦，没有唱戏的。我们在那个小圆楼那边停。哦，我知道小圆楼怎么到的？就是比较，对，前面那边有个。哎，这话也不能说小圆楼，我们就对。马上到了，马上到了，还就已经到平阳路这个过来的了。怎么往江过去往北京啊？你放心吧，这个我懂你，你没有到了？我肯定是要北京，你陪你妈你。好好玩哦，好玩好玩，不错不错，到了，我这已经到了，一下就到了，你看，一二，好，微信付钱，我一个人付一个人的，对对对。哎，好好，不要付钱，付钱付钱我没钱，就付十块钱，付我十块钱就行，付我十块钱。我都付给他了，十块钱。好。付了吗？啊，好玩，其实蛮好玩的，而且蛮舒服的，很舒服，对，坐起来蛮舒服的。哎，这蛮辛苦的呢。对啊。对啊。好了，各位朋友们，这个今天这一集就简单的跟大家分享。这个视频的全部内容。对，有来苏州玩的，记得来这边狮子林的门口就有三轮车可以坐。其实它可以坐很多地方啊，只是我们坐比较短，因为我们要去下一个地点了，没什么时间。但是价格也要跟他谈一下。不用谈了、啊，我们刚刚就是你听到不喜欢离开，他就自己降价了。我们没有杀价哦。啊，人家做的也是辛苦钱的。真的啦，真的。你觉得合理你就做吧。嗯，对。好不好？下次见啦，各位，拜拜。